哦，他只会玩你打过野，我来懂跟人家了。说哦，呀！他只会玩打野。但是哦，玩这个熟人我也很怎难么可过。能？人家可是冠军，他在怎么可怪能只你，会玩一个英姐雄一妹。个位置？至少两个位置补的好吧？看人了，看到没有？我中单怎么说下来谁了还？呢？中单还下来了，那么打吗？中单还下来了，那也没什么办法呀。倒杯水打喝。不过他了，再拿一个。老板别着急，这个兄弟学我上马玩男枪，你玩男是枪，吧？我也玩马男枪，咋了？这个是不叫是不教会？学，是不是自己不会玩啊？我玩什么你玩什么啊？教学懂吗？你说你懂不能啦？学教明学白懂不吗？啦？别成笑了，真的。咋了？我男枪，男枪男就你枪能玩出红呗？手，你能学明白吗？不是就我玩明，我来了，就我能玩，你能玩明白？就你能玩呗，男枪，没我不能玩呗。没用，交闪了，算了，那你有太闪少吗？了。你等下闪现框他，等下。那好笑。好。你六级没？你还有多少六你啊，赶紧姐？帮我把线推了。薇姐，还有两波兵。还有两波兵，你六级这打个位置框不了了。没事没事，他等下还会来的。完了，完了，这死了！我打个啊，你你这个英雄好弱呀！现在不要玩 AD 了，太菜了。我的评价是他的 AD 还不如我。确实，七级的船长。来了，哥们儿，死吧！呼呼，哇哇哦，七个人头了哟！我就说吧，打野很好拿头的，姐，这个位置其实跟线上比有点不公平，好吗？行，你没让我失望，是吧？那你想怎么比？你哥哥中单，你有两路，那我是下还是上？怎么跟你比？你也可以玩中单啊，咋了？你意在你在 TP 啊？你去上路，踢到上路去抓呀！姐来，好，送。哦，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呦，单杀！干嘛啊，哥们儿？这是干啥？闪现都交位了。不伤害，不伤害。这哥们儿只会打野，还好把他打野抢了，他不会玩了。根本杀不死人嘛。这英雄太菜了。八个头了呀，龟龟姐，八个了呀！不是。不是英雄菜，八个了，是人菜，人菜吗？烦死了！你就不能拿点拿手的英雄吗？我来了，选这么弱势的，我都说了，辉煌时刻人人有，别拿一刻。我就是想笑，你说有某些人不会做自己，跟着我学，抢我，还抢我位置，真贱！抢你，我操！你没，我俩同时选打野，系统给我打野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你要这么玩，下吧。下把我也选打野，我补到什么我也玩打野，就双打野呗，是这个意思不？双打野呗，无所谓。哎，没办法，人家什么英雄都会玩，不像有的人只会玩一两个吧。还有龟子，你为什么掏了个石头人辅助啊？你上马那么个那不挺好吗？猫不也挺好吗？超神。不想玩平安的英雄。嗯。那你这下路怎么还管起老板来了呀？不是管起老板，怪你呢。你还不如。还不如你去发育发育，你去中路发育发育来帮我，让他来恶心我呢。这好难受啊，下路打的。嗯。永恩这是干啥？我跟你说了，我玩中路啊，你又不听。你怎么死的呀？我越塔死了。这个永恩老是跟他配合，没法配合。我没看到你想掏，你掏出来个石头人辅助来。稳一点，稳一点。咋了？怪老板玩辅助玩不能玩那不行呗？啊，没有怪老板的意思。再说了，你玩两把打野，我这一把就玩了一把，没毛病吧？我说了打野在呀、啊，我来了。告诉你了，打野在吗？那我也来了，我们抓小月。打死了，别说话。好嘞，好嘞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死吧。嗯呀，真的了，还有你，你装起来了，给我打野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给你画面，这给你画面装。我想下来帮你，结果我被三个人群殴、哦。不是只有你才会打野，我也会打野啊，没毛病吧？是，那你下来神辅助一下呗。
啊，你会不会跟灰灰大爷大爷有什么关系？怎么了？那个打野那个位置，打野那个位置写你名了吗？啊，这没写我名了，那下把就双打野，那不就行了呀？那双打野，谁想玩什么位置？那我这把多抄一点呗。哎，麻烦不断。你这人怎么那么贱呢？你玩了两把打野还不准别人玩打野？所有人都该让着你呗。烦死了！我不需要。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不需要让，但是感觉你玩个女强都比你 EZ 好，你玩个女强都好，整个 EZ 就很烦。打野只能你一个人玩，其他人不能玩，写你名了，是吧？怎么啦？霸道总裁小说看多了是吧？有种你打下路，你打中路，我打上，我咱俩都打线上，对吧？你要玩打野，咱俩一人一把打野，很公平吗？没毛病吧？这个没毛病吧，哥们儿？你要想跟人抢，我也跟你抢，就上打野去呗。人家没跟你抢，人家系统补到打野，我系统你怎么不讲道理啊？咱俩同时选打野位，系统给我补到打野，那没办法，系统看你连续打两把野了，给我来把打野咋了？没毛病吧？嗯，你打不过就怨位置呗。是你没有玩不明白是不是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英雄池，老板又不是你，英雄池也是实力，我给他叫个什么劲儿呢？我就纳闷了。英雄池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呀。这是叫什么叫？是你一直在这边叫啊，没人叫呀，你在叫呀，没人在叫。我叫什么？我叫你妈。麦当话，你倒是叫我一声。哦啊，随便骂。算了，骂女的，不跟女人一般见。又拿两个，十三个头了。我操，这打野拿头确实快啊！哎，你可闭嘴吧，你好烦呐！14分钟打野能拿十三个头，我靠，这打野拿头确实快。我打野不强的。不要逼刀，逼刀，好烦，烦死了！不准逼刀了。为什么不能逼刀呀？我打野不强呀！我说我打野不强都不能说了。不准说啊，烦死了。嗯，哎，鬼鬼姐，这把肯定是杀不过了，但我下把肯定给你补回来。嗯、我确实有点没办法，无力。咱俩这把在黑塔，你就不该选这个英雄啥的吧？你这英雄很弱势的。他不是他在怪你，鬼鬼姐，他你玩个石头人，懂吗？听到没有？看，中单，中单又来了。不走了，送了。你走吧。我看别人的 EZ 挺厉害的呀。嗯，怎么说？这火男怎么在上啊？这火男干嘛呀？哟，看到我了没？又拿一个，真的搞笑，又当又立。又拿一个，坏气歪当初哎。又当又立是吧？又当又就搁这说上方言了。你们那个鸟语谁能听懂？来来来，你可别侮辱我方言啊！我跟你讲，什么叫鸟语？我说的是重庆话。谁让你说的是重庆话呀、啊？我就感觉你在说鸟语。一边赚这个女人的钱，你还一边说不跟女的。一般见识，怎么啦？你老板不是女孩子啊？单指不想跟你这种没素质的一般见识。哎，你全身都是，你有素质啊？你全身都是素质啊？嗯。小你有没有接受过九年义务素质教育啊？没事，姐，我们这把多杀点就行了。好吧，他现在没事干、啊，他现在没事干，不准说话。他现在玩 EZ 没事干，他只能扣扣兵 ，QQ 兵，然后跟你聊聊天，没事情做。你像我们这种正儿八经干事情的，哪有时间互动啊？没有时间呢。哎，你好烦，你话好多呀、啊！你跟他，你为什么要一起说话呀？我一直在想着怎么拿头，想着怎么操作，拿头。会。哎呦，怎么都在我中路啊？你们下路是待不下去了吗？你去啊，你带你去啊。Legendary 买训刃呢还是买无尽呢？好纠结，钱太多了，咋办呢？无尽啊。嗯，装备都不会出是吗？还无尽呢？人家只是跟你炫耀钱多罢了。17分钟，17个头，还可以。
这把节奏还可以。徐威啊，徐威啊，这个大春狗是，就是大春狗呀，屁吃多了，说话都带味儿。这么真实吗？狗嘛，都改不了吃屎、哎。真的啦，就是你一个女的不想跟你一般计较，你还来这攻击人是吗？啊？什么呀？是谁先搁那阴阳怪气呢？那、哦、说都不是。那别人敬我，我就敬别人。别人要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杀人。你没听过吗？你有什么可敬的呢？我想知道了。那你也没有什么值得我可敬的呀。那我想阴阳你就阴阳你喽，怎么了？哎，我那个你算老几啊？好，我现实中遇到这种男的，我脑子飞起来就是一口浓痰，我他妈吐你嘴里！我操，还有这么好事的、啊？你好恶心啊！对，恶心！哎呀，真恶心啊！又气眼又爱叫，就对对，恶心的人就是要喝推。姐，你们俩这把角色互换了，上把龟龟姐老他妈影响我，真的。我可没影响他，他自己先搁那儿。嗯啊，你们扮我英雄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没办法呀。冲了别送啊！钱，推他！你能怪谁呀、啊？你们也就只能玩玩这恶心的了，我只能说。真的是水浅王八。你上把完蛋枪，我这把完蛋枪就恶心了。你这是真双标，真的。我是让你双标吗？上来选个位置，给我挤下路去了。挤？那你问系统呗？那你不能怪我呀？那你问系统啊？哎你。他宗师是不是这样上去的呀？就是那一进游戏，你就说对面全给我挂机，只能我杀你。你看下把我双打野，好吧？你要选就来，一起打。打呗。好贱哦、嗯。打呗。嗯。嗯，我有峡谷先锋。哦，赶紧蹲人，他都拿不到吗？姐，你这种小法，小法能大多少？咋了？小法能大多少伤害？多少伤害？那么来，我框住他，我框住他。哎，溜溜溜 ，nice！ 哎呦 ，EZ 一共就四个技能，扣 W 一啊，都放了稀碎。迅刃。八个人，这还推啥塔呀？多拿几个头呗。这推什么塔？嗯。嗯，崩推。发育一下。训练。嗯。姐不推塔，多玩一会儿。咱俩我不推。我没推。推个屁啊！别送啊！推个屁啊！嗯。来一个，我来一个，我最后一件出啥？我都不知道我最后一件出啥，出个阴邪剑，出帽子呀，上高啊，好纠结，出什么？出深入死，出帽子啊，出帽子啊，可以啊，出入平安，我这出帽子也可以啊，在哪里？我出了，我在想，我出了这个训刃之后，我再出无尽有没有搞头？真会玩，你游戏理解都顶级了。你家你这游戏理解是什么呢？你家出完训刃还能出无尽是吗？还是出完无尽能出训刃呢？学都学不明白是吗？照现在打开战绩，照着我上把装备扒去吧，去吧。我不用扒啊，我人头不比你少啊。咋了？那可不。照着我上把装备扒去吧，装备都出明白在这儿。我人头又不比你少，咋了？你怎么还叫起来了？留下来吧，啊、嗯！妈的！哟！好精神！杀他！看不到啊！就是你在下面虐我！你哥？这谁的头？这个头是谁的？拿不到一个，拿不到，他俩这双，他俩的伤害比我高多了。还有那个 EZ 了，烦死了！你这个可呸！
没起来没办法，你瞅个人装备差多少啊？嗯，拿大龙呀，姐。嗯。啊。这大龙你不拿吗？你想吃？看我吐一杯口水。哼，呵，呸！来一个青龙刀，来个阴血剑，来个阴血剑吧，这装备太好了。嗯，这打野确实好拿头啊，23分钟拿22个头，我靠！哎呀，下把我能再打把野吧？我下把还想来把打野。闭嘴闭嘴闭嘴！还想来把打野？哼，还推呢，别浪费。你这口水味道不错呀，谢谢老板。你就算你这种变态，就算你这种变态，就算用这种变态的方式，真的。啥变态？你就好这一口，咋了？你好恶心啊！就算你这种变态，就该用这种变态的方式。你们真够吧，恶心的。你们在。能杀不？让我来，让我来，让我来，让我来。哎呀，这个人一技能送死吗？这么久吗？一技能？嗯。哦，水迷烂，他是水迷烂。来、哎，水石头上马上有大，来来撞一下来，船长。哎，来来来撞！不是我为什么要给你撞啊？因为你长得漂亮，你给我撞一下咋了？肉弹冲击。我说你漂亮的不容易啊，撞。肯定撞啊！哎，漂亮啊！你的头，没事，你死吧，你死吧，你死吧，你去死吧。嗯，我拿红 buff。真恶心啊！你吃脚皮不？你这么恶心，我给你游过去。你这个变态，个臭变态。嗯，真恶心，姐怎么越说越恶心了？吃垃圾不？我把我家垃圾也给你邮过去。不是，他伤害好高啊！伤害确实高。我们得拆了，不能让他这么打下去。我也要拆，现在拆不掉啊。不能让他这么打。我一直在推兵线上拆他。EZ 他有什么能力？搁那。他这个装备，随便站个人他也打不过呀。他也想推啊，他推不了。嗯，你能打得过对面的辅助不？嗯，这个意思，嗯，我也不是嘲讽你啊。上路两个头啊，过去拿一下。他回了。一个姐快来，我们把这砍完了，他们要来了。别推呀，别推呀，叫推叫推叫推，怎么打不过就推塔了呀？这句话还给你们。对啊，打不过就推塔啊，玩不起。这句话还给你们。也不知道谁先推。打不过就推塔，你怎么这么双标呢？你请你推，不请我推是吧？啊，打不过就推塔，那你推呗。拿了第一把赢了点优势，啊，拿了点优势不敢玩了，也去推了。你推呗。第二把也是。我没说不许推啊，我只是说怎么打不过就推。我操了，这个人怎么还有中亚杀戮啊？我可没说那些一个一批，两个一批，三个一批，还好。不奇怪吧？嗯，还行吧。这一把我说打开显示器就立马打开显示器吧，一分钟一个头没毛病吧？怎么说？打完这一把继续给他抽一个等级红包啊！大家没有注册的朋友赶紧注册一下啊，不然等一下抽等级红包的话，你没有号的话就抽不了奖了啊！跟他先说一下。小肾虚他也说不出来呀，啊。咋了，姐？你说啥？哎，我说我想法简单，出一个补个那个鬼书怎么样？鬼书啊，可以啊，鬼书可以出啊，完全可以。嗯，可以出，可以出。嗯。80的暴击，咱就是说，哎，咱这个小法有 TP， 我踢波中路，然后我们又向他们的人头进攻，怎么样？走。可以啊，没毛病啊，可以玩。他好像说龟龟，哎，怎么这一把不讲话了？我跟徐飞说。龟龟这一把怎么不讲话了？对啊。对面没有盖伦呀，怎么还能被沉默呢？来。他们不出来啊，这对面现在不出来了，这就很烦。
我这里应该有眼，我就说吧，很明显有眼，他们在阴我。这头人干嘛呀？别害怕，来来来，你别跟着他了，龟龟姐，跟着他继续给他顺头了。这你不撞呀？我不跟着他，那也是全杀。虽然撞我还能克他一两个，我克了他三个头了呢。撞呀！这四个人站一起，你不撞啊？这你不撞，你在想什么？没用啊，压死，全是金身，快快快！哎呀，他这个一技能几秒啊？没玩过这英雄，不知道，我也没玩过。跟武器大师一样，他这技能。伤害高一点，这波能杀俩。能跑吧？哎，这是这个技能啥玩意儿？有个技能，它可以挡普攻。我买个盾弓，盾弓3400这么贵吗？真贵啊！星矢3100，盾弓得3400。小撒撇，你小撒撇。姐，你嘴是真臭啊！你是不是吃？你是不是在粪坑里面？是不是吃大粪了你？谁有你老板嘴臭啊？真搞笑，你搞笑来的、啊。你老板动不动就是什么是干或者干啥呀？傻逼！我可没骂过你傻逼啊！对呀、啊，我姐该说不说的。素质这方面还是碾压你家老板的。你家老板动不动傻逼傻逼的。你老板有素质。自己跟他睁眼说瞎话，我不打草稿的，现在都是我老板，老板素质太高了，比你老板有素质。对，谢谢啊，哎，姐，谢谢，我这把超了20多个了，姐，你懂我意思吧？色撒屁啊，懂，可是我没答应呀，没答应。那你这把吧，再杀4个，4个怎么样？行，没问题，凑个30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，嗯。嗯，他们大龙 buff 都拿了几个中亚呀、啊？都20个了。一个中亚，两个中亚。啥呀？我好烦、啊。小心小心，我还推不掉塔，我也好难受去。不知道你这把在干嘛？选个 EZ 就烦死了。我说我是看你选个石头，然后被迫选个 EZ， 你信吗？你选个女枪呀，女枪就很好打呀，这把不随便拿头吗？为什么女枪好大呀？把我钱当纸了哇！啊，你怎么把我的钱当纸在玩啊？我没有把你钱当纸，你不能说我玩个下路，把他整个这出来呀？耶、对对，漂亮！回来吧。那石头人家女枪多强呀？哪儿强了？能跑吧，永安？我装个大，你今天看大人头都是你的。还捅呀、啊，永安？对啊，讲道理，我也觉得那个石头人挺厉害的，这个英雄。石头人可以啊，就是一个大招，嗯、对，主要是他不会配合啊，你的这个陪玩他不会配合呀。我在想出个啥装备，你搁这说风凉话呢是吧？没有呀，你自己不行，你不能怪老板呀，讲道理，职业素养在哪、啊？人不行，怪路不平。下路是吧？下路没打得过两个人，赖我，对不起。你刚不是信誓旦旦说 你刚刚不是信誓旦旦说你想下单吗？那也不行呀、哦、我还以为你多有自信呢，下单嘛，去人来一个，结果已经这样了，姐，这把确实是我的问题，我下把给你杀回来好吧。那你下把能给我杀30个吗？赢他30个可以吗？嘴巴杀吗？我下把可能赢不了30个，但我肯定能给你慢慢追回来，你放心。说少了，说一把烧的有点说大话了。我这把、这把根本就是一点经济拿不到，一点头也吃不到的。我们快点推塔就好了。我就不明白你，明明是能赢的，你就非得搁那演我，我真理解不了。谁演你了呀？这妈还轮魂了。快来，我来哦！哎，好像被针对了。哎呦，
漂亮。嗯，我得换一套装备，水晶鞋，然后出个啥呢，80的暴击，现在再来个暴击吧。嗯，搞个100%暴击流呗。100%暴击吗？嗯，还把我暴击呢，拿这么多爱物术什么用啊，被人一波了。西兰刀还搁那研究装备呢，那没办法呀，你们下路两个人送了28个呀，那没有办法呀。没事，我们这一波杀了29个。你打了什么逼玩意儿啊，烦死了。杀了29个没关系啊，讲道理。哼，是吧姐，咱们这一把赢了20几个，挺舒服的。他想双打野那咱就双打野，对吧，我也不让他打野，对吧，没毛病吧姐。嗯，哼，来兄弟们给他抽一波红包，来抽一个等级红包。现在大家可以花个5秒钟时间啊，注册一下号啊。首先关注酸奶电竞，然后回复智勋，有个叫做《天界奇缘》的游戏，大家可以花个5秒钟注册。因为等下我会得给他抽等级红包了啊。如果你等级是200级以下的，直接转1000块；200级以上的朋友呢，直接转等级诚实的红包。比如说你是500级，直接给你转5000元的红包啊。我后台会可以查询你的注册时间，你必须要是11月16号以后注册的才行啊。所以说你用其他人的号是不行的，所以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。如果你用的其他人的号被我们查到了，直接就作废了，就是你中到奖的话也是作废了啊。所以大家现在把屈服加角色名加支付宝发在弹幕里面，好吧，我们直接开始抽，好吧，直接开抽，直接开抽，直接开抽啊，来。嗯，3 2 3，给大家点时间注册啊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刚才中了4112块钱，直接转了，空吃嘴嘴，看到没有，直接转4000多块钱，接近5000块啊。我们再抽一个等级红包，321停。好，合肥1542区魔教小逗逼是吧，1542区魔教小逗逼，好，我们查一下。你们为什么还有标点符号呢？1542服魔教，这下面怎么打呀，魔教点，这个咋打啊？我操，等一下啊。嗯，我查一下，别急。魔教小逗逼啊，这个字怎么打，有没有屌大的朋友？嗯，亲亲你，给你贴贴，么么么，安慰一下你嘛。等一下，需要你安慰吗？知道吗？那你不给力，可不得我安慰一下我姐妹了。给力时候你不让在那火那那火是吧？行，我看一下，魔教火小逗逼，11月17号，卧槽，400级。啥情况？魔教小逗逼啊，400级，我操，啥玩意儿？今天又破费了。那恭喜这位观众兄弟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我让助理去核实一下啊。404级，直接给你转4000块钱红包，4000多啊，4000多。今天来，所以大家平时可以升升级啊。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在游戏内给大家抽这个等级红包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游戏里必须要有号，不然的话你中奖是不算的啊，好吧？嗯、你会打 AD 吗？嗯，不会啊。我这把怎么补到上路了？
对啊。开心。我操！我不是我选打野位吗？怎么补得上了？这么那你要不要去打一点？我去上路，你去下路做狼。你别和我走一起，随便。你咋了？你不会玩吗，姐？你不想跟我走一个？我会玩呀，但是我怕我。我怕我坑你，那可以吧？你选 AD 吧。你辅助玩的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我所有都不怎么样。我看一下，我选个，给你选个应付吧。不怎么样，那咋办？那你可以试一下。那就难搞了，姐。那咋办嘛？我跟他抢打野吧，我双打野吧，我也玩打野去了。来了，开始了，我也玩打野，来吧，我不怕你。双打野得有一个走上路的。我双打野。你要不就玩 AD 吧。我吗？我不想上塔。又开始双打野呗。回到了，自己恶心人了。来呗，我不怕你，就恶心人嘛，是吧？啥恶心了？恶心啥了？行，双打野就双打野。双打野呗。哎，双打野、我应该去上单呀，我日女上单吗？玩啥呢？打野玩啥呢？打野玩个这个吧。男刀呀。凯隐。凯隐双打野老强了。可以。双打野就双打野。今天抽了两个4000多，我操。日女上单出什么呀？上路没人吗？那上路就你们去呗。那我去上路吧。怎么现在四个人都？你要走上路还是走下路？你走下路吧，我去上路。啊？我走下路。对啊，那不然怎么走啊？那什么？你走上路出肉也行，我在下路坐牢也行，你看嘛。啥坐不坐牢的？那我去上路吧。我等打野。K 头。K 头是吧？不用了，你俩下路吧，我上去。哎，你上去个锤子，你可抢人打野，咋的？你咋凭什么让他好过？不让他好过？不让我好过？哎，那行吧，你别让我好过。咋了？我凯隐前期不厉害。我凯隐前期不强。我出心之刚是吧？我出门带什么呢？那个日女上单的话。来吧，都别玩了，看看这野怪来一击谁的。谁的呗？哎，试下。多兰顿。成绩600，他应该比我好强。马塞拉斯最近打野很火，而且很好 K 头，留 W。双打野，然后完事我就一个心之刚，哎，日炎反甲通通给自己安排上。行呗，无所谓。无所谓，日炎反甲兰德里，然后我等你。打自己，你这首应该是这样唱的。谁会爱上谁？你要夹起来唱，都夹死了。Oh, sorry， 恶心！你干嘛一直骂我？我没惹你啊！你再这样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
没人和我一样。嗯，没辅助是谁啊？没辅助吗？我辅助呀，但你们双打野肯定就是我们各自坐牢呀。嗯，双打野，多打多打多打，不打抢野。啊。哎呦操，那没事呀，好脏呀，你这打的也太快了吧，好脏呀，有人敲闪了，敲闪没事，你打蓝的好人呐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肾怎么这么肉眼出的什么东西呀，你看对面的石头加女枪等一下有多恶心，无所谓的，无所谓呀，那别打了呗，那都别打了，救你，啊别打了，那都别打了，啊就这呀，不是吧，野怪都抢不到啊，就这呀，他这比我好强，上路不到啊，就这呀，啊没笑，就这呀，不是吧，一个野怪抢不到啊，你抢呗，给你抢呗，真恶心啊，这个人还要被单杀了是吧，不会吧，就这个呀，哦上单说，不会就这个呀，哎呀很烦、啊、抢不过他，我操，没办法，哎你这个肾是吧，你妈的就你叫肾啊，烦，你没事别急，拿雪人抢，雪人不好抢，这凯隐不好抢的，塞拉斯太好抢了，指他，我为什么要指他，你有本事你单杀他呀，暂时先不跟他抢，去了呗，你自己坐牢呗，管好你的老板呗，你来管我上路干嘛呀，去上路抢对面打野去了，我操，在对面打野有点难受， 去呗，啊怎么了姐，你可以来上路抓、哎、我指到他，指到他就直接上，别去下路，他是不会帮你的，那个把我给恶心吐了，不用慌姐不慌，这就是双打野吗，双打野咋了，哎呀我下路难受死了，我都想挂机了，我告诉你们打的我，你玩上呀，我跟你说你这个难受不是别人给的，是你自己陪玩，他要任性，他只你们那你们都抢，你放屁，我这把我问你我是不是打野，搞笑，你在搞笑来的吗，那你之前呢一直逼逼不是系统给不给，这把我问你我是不是打野，你打呗，系统给不给，我问你我这把是不是打野，谁来抢，那你只允许你恶心别人、啊、没得说了是吧，你是吧，我恶心谁了，我自己打野地的时候我是不是去了啊，是搞笑，可这恶心人，哎呀！你上路可以来吗？我可以。我来了，我来。哎呦，上路有头脑。他没那个。哎呦。漂亮。这上路谁在玩？行吧。哎呀，我刚没蓝了，不然反手就我不会死。我这把变红凯还是蓝凯？我跟你说，你们这么搞我的心态，我跟你说啊。等一下，你还赢不了，赢不了钱的话，不是 你还帮我赢不了钱的话，不是你自己说的双打野吗？咋了？双打野他也不能下路帮我吗？你让你家打野，你让你家打野帮你们家打野去啊！你不是双打野，你难受，你来跟我狗叫什么东西啊？我想知道谁跟你狗叫了？
那不知道谁狗叫，你老板狗叫就当是你狗叫。你老板在说他难受，我可没说。你别说你老板狗叫。龟龟，你真的不生气吗？他说你狗叫呢。你也闭嘴，老板声音你说话。自己老板声音都分不清。姐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来帮你。这上路好抓呀，等一下变个红铠好拿走。真笑死。笑死了。我来。自己老板声音分不清楚，说自己老板狗叫，你真是笑死爷了。而我也是唯一的解药。我没说我老板狗叫，我就是说你在狗叫，不是你先开始叫的吗？我可没有说上路难受呀，想挂机啊。姐，你等一下，我去反他一个红啊！姐，我去反他一个红，你稳一点。行，我稳呀、啊，我稳如泰山，我防御塔之子。嗯。哎呀，你先拿我头姐。哎呀，我没快了。没事没事，你拿了吧，你拿了，你下都不难受也行。烦、哎。嗯，我反对面也没事。胜去了吗？哎，这中路有大吗？这个路人不知道这个中路有没有大？中路是路人。中路路人吗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大。嗯。哎，他那个了。还行，换了，不亏，赚了。嗯，拿了一个。嗯。我没闪现、啊，哎呦，不然就打断他了。薇、嗯、姐，下播我继续帮你啊，等我。没变身了，姐，没事，我变身了很强。六级了，我等下投石扔大了、嗯。啊！别难受，来了。人他怎么能被他压一个呢？请问你别说话了，待说待会儿他又说你在狗叫。你别一嘴，你怎么可能这么能插嘴呢？什么话能接上呢？你怎么啊？没有呀。嗯，好，变身了。上路有闪吗？上路有闪吗？有人急了不是吧？中路不太行呢。拿个峡谷吧，姐，给你拿个峡谷，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吃点经济。嗯，可以。他帮他老板，这个、我帮你，好吧？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对嘛，他帮他，你就来帮我。我跟你说，我两个下路绝对比他好打。对啊，我在呢，你看我在哪儿吗？我上点燃，我不上点燃。哎呀，我他妈上了算了算了，走吧。他有大姐，走吧，你走。那我溜了。你走吧，我保护你。这个特写给你，拿得到吗？杀了，走。你看我俩不比他俩强，真的是。对啊，他俩肯定看我用。怎么还有老六要跳？我操！怎么还有个老六啊？这个人是真是老六啊！你跑吧跑吧，这个线要不了了，走吧走吧，没法要，走吧，不然你死了。我没蓝了。不然我高低不会走。姐啊，你瞅瞅他呀，复燃技了都在那儿，不是吧？真他妈还有人能复燃技呢？嗯，对，复燃技，你加油呗，复燃技。嗯，会有人野怪都抢不明白，玩双打野来吧？抢不明白你打呗，我抢不明白，我野怪刷的也比你多呀。打了。你能杀掉他吗？能。